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腐。这次要教的招式是 Demon Sonic。Demon Sonic 是 Sonic 系列招式中一种很简单的应用。这招是由 Sonic 与 Twisted Sonic 组合而成的，因此在学这招之前，建议先学会 Sonic 34-23 以及 Twisted Sonic 23-12，才会比较轻松哦。首先把笔的中间夹在小拇指与无名指之间，并做一个 Sonic。在 Sonic 转到一半的时候，先别急着伸出无名指来接笔，而是把食指往前伸来接笔，接着顺着惯性的力道离开小拇指，最后夹在食指跟中指之间就完成了。这招一开始是红色朝内，但是转完的时候会换成黑色朝内，要记得注意这点才不会转错哦。这招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手指有可能会打结，所以熟悉那两招后，再用另一只手稍微辅助一下，过不久就可以学会这招了。如果熟练的话，可以试试 Demon Sonic Reverse。PD Demon Sonic。PD Demon Sonic Reverse。这招看起来复杂，不过实际上很简单，往后接任何招式都很好看，非常推荐大家学会这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